吊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眼眶的一个效果了。所以眼眶里面的效果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话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平整，包括一个比较平扁的效果。那我们在做的话呢，还是以这种效果点为主啊，我们可以稍微的去给它进行拉扯。所以呢，我们可以 smooth 一下，我们来整体去看一下，在我们 smooth 完毕之后呢，我们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来 smooth 看一下。OK。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还是先通过找基础，然后我们再去做这种细节。你可以看到，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呢，就不需要去再通过很大的时间去调整它的一些结构了。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有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到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子的话呢，会去大大的提升你很多的一些制作时间啊，去帮助你去进行一些调整。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下巴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大家的一个祝福啊。OK， 第二个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块所看到的这个点，叫一下快乐啊，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活动啊，对吧？那些想报名的同学，确实今天这活动对你的这个力度是很大的。首先第二个点的话呢，还是把里面的这个眉毛，包括像这一块东西呢，我们提高一点点，然后在这一块呢，我们稍微给它加的稍微高一点点了，在这里看到我们稍微给它向里面稍微去进行一些迸发的一些，问题太穷了，太穷了，这个没办法，你想一下，你穷不就是因为你之前没有赚到钱吗？对吧？那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能够去改变，那确实。对吧，你看，其实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学费是可以给到大家进行一个分期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你在交这么多学费呢，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对吧？你觉得呢，你一次性交这么多钱你会发现你交不起或者说呢对你自己本身压力还是蛮大的，你的话呢可以不用担心我们的话呢会有一个分期的这样一个渠道，你的话呢可以通过像花呗啊白条的这些方式进行一个分期，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分期，最高12期，我们的话呢会为你进行承担利息那么我们分期的话呢是在腾讯平台进行分期我们大家的话呢不用担心说我们老师你们在哪里分期我们在腾讯平台进行分期这一块呢稍微把它这个东西呢稍微的给它压的稍微平一点点吧，像这一块东西，像这块东西还是给它稍微压一下子。OK 在做这块做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去通过里面的线把我们的眼睛做一下。首先呢，我们点击追加，我们追加一个眼球我们点击一下它。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选择给它进行一个缩放，对吧？缩放好。然后我们按住我们的一个Ctrl 键，按住我们的 Ctrl 键，按住我们的一个笔刷工具我们按住 Free Haired， 我们稍微的话呢给它进行一个点的一个叠加。首先给它进行一个反选，我们可以换到稍微的给它进行向里面进行拉扯，缩小一点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去选择在里面的又一个点在这一块。再去进行一个反选给它往里面拉一点点，做出一个眼球的一个轮廓出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选择它放在眼睛，按住 Alt 加 F 键，稍微呢我们缩小一点点把它眼睛呢对准其在它的这个眼脸上。首先的话呢，一定要去详细的检查好我们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对齐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对齐它，给它稍微往外拉出一点点出来。反选的快捷键的话呢，是按住 Alt 键可以进行反选可以试一试。
哎呦天哪，按住 A 键啊，镜像啊 X 轴的 OK， 在我们两边都有一个相同的情况下呢，我们点击它，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个眼眶子啊稍微给它向下降一点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弧度啊，都去操作一下，再次选择里面的啊 depth and 的笔刷啊，拉一下，那还是以这种比较偏雕塑类型的方式呢去把它做好。那大家看到呢，其实有时候呢我在做东西啊，并不会特别着急的说啊我要先去把它啊做什么样子，我还是会以这样的一步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做它。所以我们大家在做任何啊类似这种效果说呢，一定要不能着急啊。首先的话呢，告诉自己我们还是先以大型的阶段为主啊，我们去找到一些比较准确的大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调改，再去进行修整，对吧？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去很轻松的去节省啊我们自己的工作量。就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点，就你为什么你做东西呢越做越不好啊，或者你的东西呢越做啊就越丑，原因其实并不在于啊你的方法错，而是你的方法错，不是在于说你的软件不会。就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是我发现大家有个问题啊，就有时候大家很奇葩的问题就是老是怪软件啊，就大家老是去怪软件说啊软件不好啊我的软件失败了，其实不是的啊，有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懂吗？就我今天晚上教的大家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学习的这个方式啊，我就告诉你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现这样一个操作的方式，或者说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个了解，我们把它做好。那位搭搭同学的问题啊，他说学这个好转行吗？你之前是学什么的呢？这还说说吧，先说一下你多大了，好吧？我们先问一下你多大了。就搭搭，你多大了？我们先说一下你多大了吧，对吧？我们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啊，给你进行分析嘛，对吧？28了，28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啊，不能说小啊，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年纪啊，一个处于比较尴尬的年纪啊。你现在转行，就说明你之前肯定钱也没有赚到多少嘛，啊，对吧？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年纪啊，还是可以转行的。那么因为首先28它并不是属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年龄阶段啊，它还是可以去进行转行的。那第二个给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如果说你想要选择 3D 这一块，那其实的话呢你可以去进行一个报班的学习啊，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一个这样一个路的。因为首先转行它其实不难，对吧？只要有老师在教你，你自己认真学，它其实并不难的。18呢，18还是先把书读好，好吧？我觉得你们18啊，你是说18同学，你先把书读好不好啊？你先把书读好啊，啊，先好好读书吧，啊，对吧？你先把书读好啊。我还建议你啊，如果说你真的就只有18岁啊，你还是先把书读好啊。我叔叔呢不建议你先报名啊。转是很好转的，特别是你现在当代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像现在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疫情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线下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线下的一些公司啊都裁员了，对吧？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像公司都不招人了。今年其实是一个很困难一年，就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点，就今年是特别困难的一年，就不管是我们的线下呀。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公司，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司都濒临倒闭了啊，这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那在倒闭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像线上的机构的话呢，也都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迎来了这个互联网的元年啊，就是又一次的元年，它又可能又来了，懂了吧？就如果说你想转行啊，我就比较建议你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样一丝想法啊，我觉得。去实现吧，因为你越想，对吧？你到时候你就会去想，那我到底该学什么啊？或者到底我该做什么？就你会越想越发现自己的话呢，就有时候你越想，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的话呢，都是通过想象而去把某些东西呢去丢弃掉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在想阶段，那你直接去进来吧，我觉得直接进来吧。对吧？因为你往往去就是。人就是想其实没用啊，给大家讲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话，就是你去想其实你并不能够得到什么，对吗？你可能说你在你的梦里面啊，你想的你是多么的辉煌啊，你想的你是多么的牛逼啊，对吧？你想的你是多么的强啊，但你发现
对吧？你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路已经想得很好了，但你发现啊，原来你还没有踏出这一步啊，这反而会让你自己感觉到一个岔路感，所以你从而会去啊啊，我算了啊，那我还是不做这一行了啊，或者说呢，哎，那我还是别搞这一行了，对吧？我们把这个眉毛的话呢也做一下啊，所以呢眉毛的话是从这里出来的啊，把眉毛的话呢稍微的呢给它进行一个雕刻。那我们今天说了啊，我们做的是一个雕塑类的作品啊，我们做的是一个雕塑类的作品，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以雕塑类的东西为前提啊去做它。A 站叫什么？等一下吧，我们在课后下再说嘛，现在在上课不好说啊，好吧，希望你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在上课，好不好？我们说的是 R Station 啊，不是那个啊，我们来操作一下。首先呢还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操作呢，我们去把这个眼睛的这些点呢，我们都去给它稍微的去进行一些轮换吧。线下的学费是会很贵的啊，对吧？因为首先线下的成本也高嘛，大家知道，对吧？你去线下学东西它的成本也是相较还是蛮高的，对吧？你首先线下它需要出到有一个叫做场地费的东西啊，你需要把它场地费也出出来，这是自然而然钱，就自然而然它肯定会价格偏高啊，这是肯定是就很当然的事情啊。懂吗？那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线下吧。首先线下的话呢，因为它有场地费，对吧？它有我们说的电脑费以及服务费，那当然它的学费会相当高。而第二个点，线下的话呢，你需要全天的坐在教室去学习，也就是说你需要全天的在这个教室去学，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的，你可能需要把工作辞掉，或者说你在我们所说的上学的，那你可能说你就需要去休学，对吧？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就在线下学的，我之前学的话呢就是休学去学的，好吧，我就是休学去学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我是很早之前啊，而且呢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说他有这个技术吧，其实他这个时候呢技术都不太成熟啊，都属于那种比较哎，你可以真的理解，像那种比较杂七杂八的比较乱的那种技术啊，他其实都不是特别，只能说交分钱买个亏吧，只能这么说啊。OK，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人头啊，我们就把它基本上是做到这块，我们可以稍微再去通过这个鼻骨的这个操作呢，我们去把鼻骨的这个效果呢稍微也再做一下。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操作呢把鼻骨的这个感觉呢也稍微再做一下。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再去把它里面的这个泪眼睑呢稍微也去往上去稍微给它进行调整吧。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遮罩的方式啊，我们选择它啊，我们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反选啊，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给它向上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可以稍微的话呢给它向上调一点点，就达到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效果啊，对吧？可以自己看一看。首先呢点击三键啊，给它稍微往外挑出一点点。可以了吧啊。那我们把这个脸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在下一步其实呢我们要去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就很好做了啊，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基础的这样一个造型了嘛。那我们再做下面点就是做什么呢？我们去做它毛发
主要的话呢还是以雕刻的状态为主啊。我们来想一下，首先呢做毛发的点的话呢，我们要去通过一些特有的东西去做。今天有同学是从头看到尾去我再给大家讲解这个怎么雕刻的这个过程有吗？因为我今天还是讲的比较细啊。啊，其实呢我今天还是讲的比较细的，对吧？我把很多的一些知识呢也都讲到位了，包括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块，那我们做这块用法在哪里？没有吗？这就很扎心了啊！啊，没有同学是从头听到尾的吗？果然都是假粉丝啊，假粉丝。好，不管那么多了啊，我的话呢还是接着讲啊。不管呢我们大家有没有在认真去听课啊，我的话呢还是认真去讲啊，好吧，还是呢认真对待好啊这堂课啊，认真去讲。首先呢还是以这个雕刻的方式啊，我们的话呢还是去通过它做出一点点类似这种效果。再次呢选择在旁边这条路啊，我们选择这一块呢稍微的坐下。我没有完全按照那个美女坐啊，我都说了啊，你看你从一开始就不认听课吧，我说了我是结合了很多女性的特点去做啊，没有说是完全就是按照一个东西去做啊，明白吗？没有意思吗？啊，没有完全按照一个女性去做啊，你看看到我找了很多女性的参考，但你应该可以猜到啊，我就不是完全按照一个去做嘛。OK， 在这一块的话呢，你还是可以稍微的给它向上去进行一些调整嘛。还有首先就是这个耳朵，那耳朵的话呢，其实做法就相较还是比较简单了啊。我们只要把耳蜗这一块的东西按住那个边边周照，点击一键。首先的话呢，我们点击在里面这个结构，我们去把它这个外轮廓啊这些东西呢，我们稍微拉一下。然后里面的话呢，点击五键啊，你把这一块呢往里面去稍微去。操作一下，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东西耳朵的话呢还是要往里面去稍微的去收割一下。其实首先耳朵还是比较在意的，就是它还是比较影响你整体的这个造型这个感觉的，调一下吧，没办法，你得调，对吧？你需要让它变得漂亮，那你就得调它。耳朵我就不管了，好吧，因为我觉得耳朵它有点小费事啊，好吧，啊，我耳朵就不管了，好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呢，还是要去把头发做一下。我们大家知道，头发还是比较关键的东西啊，我把头发做一下吧。耳朵的话呢，还主要的还是先把脸做到这里就行了啊。这个啊，你这个对吧？其他的我就不怎么去注意它了啊。我们大家稍微的要了解一下啊，了解就够了。啊，这一块的这个嘴唇往下压一点点，压出那个节奏感出来。OK， 十个的话呢，我们去把它这整体的这个操作效果呢，也去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更改。首先像这一块啊，嘴唇稍微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啊。再点击我们下视图这一块啊，稍微点击它拉出来点，点击它这一块啊 ，smooth 一下啊，哎，我们可以稍微在这一块拉一点。这块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个点啊？就是呢，其实我们在中间这个鼻子啊这一块，其实我们稍微可能是稍微的做的稍微的短了一点。就我们的鼻子这一块呢，可能稍微的要再稍微填充一点吧，就它可能稍微的厚实了一点啊。可能的话呢，我们需要去重新给它进行一些操作。首先呢，把它稍微向下进行拉取，拉取一下子，然后的话呢，把这一块呢往后面去拉一下，有一个转角在这里啊。
然后这块的话呢，还同样的要去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笔刷工具呢，把这个鼻头的感觉呢稍微做一下子。好，把这块的头同样的我们去给它稍微的修饰一下子，拉出来修一下。把这一块的眉毛呢，我们稍微的给它像中间这一块啊，进行耗动，因为它这里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啊，我把这结构呢稍微的拉出来，包括像这一块的话呢，拉出来啊 ，OK 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OK。在讲到这点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去做我们的下一步啊。细分多少级了？我没有细分呢，我一直在通过的是Dimension 啊 ，Dimension 的话呢是318啊，我一直没有用细分啊，好吧？啊，给你讲一下啊，我没有去用这个细分啊，我一直用的是 Dimension。啊，我们稍微把这个鼻子稍微搞塌一点点吧，这鼻子确实看起来有点太高了啊，比较不符合这种亚洲人的这个感觉了啊，它确实有点太高，太高的鼻子就是会发现起来，你就发现它没有那么像亚洲人啊，因为亚洲人的鼻子它确实没有那么高，对吧？我们把这里呢稍微连一下啊，它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连接的感觉。然后这里稍微连接一下啊。啊，我们稍微把这一块连接起来啊，鼻头呢，我们稍微做一下，拉下去。超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女孩嘛，啊，是美女谁不喜欢呢？你这句话说的好像，啊，我觉得是个美女，我都会喜欢吧。OK， 那鼻子就做这样子吧。其实我还是想要去给它稍微改一下的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这个特别多的时间啊，我就没有去改的啊。你喜欢男的挺好的啊，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心仪的猛男啊，祝你早日找到你心仪的猛男啊，对吧？祝你早日找到你心仪的猛男啊，好吧。OK。做到这点的话呢，我们来做下一个点啊。所以说呢，我们去把他的头发啊做一下。这说明鼻子太细了，真的太细了，鼻子真的太细了啊，太细了太细了啊。OK 啊，就先这样子吧。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点，我们从侧脸，不管是哪个角度去看啊，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完整啊，包括一个处于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状态。就你不能够让它整体的造型呢看起来是特别的别扭啊。OK， 首先第二个点，我们去把我们的发型做一下。来，我们找到一个比较 OK 的发型啊，我们找到一个这个发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发型。所以呢，我们点击追加进来一个球吧，我们加个球进来，选择它呢，啊，我今天好像没有录播啊，我操啊，对不起，好像没有录播啊，118，我们后来选择 M 图形，首先呢，我们稍微给它像前视图稍微加一点点，啊，后面拉一下，我们做哪个发型好看一点呢？大家觉得做哪个发型好看一点啊？你们自己选个嘛，做哪个？只有两个了啊。就只做这两个，哪个好看一点，长的是短的，我建议做这个啊，我觉得做这个会比较好看一点啊，做这个吧，做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会比较好看，多做几个吧，反正时间也挺够的啊，多做几个呢也没关系，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的话呢，做几个发型快，哪个会稍微的会让我们稍微的看起来舒服一点点，
记住啊，头发呢是贴着我们头皮的，把头发的头皮贴下来，点击它往下去进行一个拉取，包括像前面的像这些结构呢，它都是要往前去拉取的，stand 比如说拉一下，smooth 一下，然后的话呢，通过一个 F 图形啊，两边的话呢，同样的给它缩小一点点。首先呢，我们选择那个五件啊，我们稍微给它进行一个不平等的一个调整。首先点击一键吧，点击一键呢进行一个不平整的一个调整啊。首先通过这一块，还是同样的，我们还是以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概括啊，我们去概括它整体这个头发这个。这个走向就我不会有到太多的这个发丝，还是先以这种比较概括的这种感觉呢去做这种效果出来。第二个点就是整体的这个发型呢要往前稍微去进行平移，对吧，我们发型往前进行平移，往前进行一个移动，起码是要移动到这个点来的，起码的这么一看有点像杜鹃了，大家有知道杜鹃是谁的吗？有点这么一看有点像杜鹃了，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有点小奇怪啊。这么看有点像那个，大家有没有知道？同学有没有同学知道是杜鹃是谁的？就那个演员一看有点像了，突然间一看有点像了，吓我一跳。多做几个发型吧，反正时间也挺够的，我们就劳累一点也没关系，大家看的各位观众呢看得起劲的，你就稍微的送个花，对吧？我看你们也不说话。你就不知道你们看的怎么样了各位老爷们帮我们大家看到一个什么阶段了反正就不送花嘛，反正也是就在装死啊。还是以雕塑类的方式呢去实现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来我们稍微给它进行一下操作再给大家讲一下活动首先呢活动的话呢在今天为止是我们要去结束了所以说呢我比较希望大家，如果说你今天这个点是想要报名想要学习的，对吧，你要想要报名想要学习就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来了，因为确实它时间是真的我们今天过完之后就把这个活动你就说还有吗？有明年，对吧。我的话呢是会在这个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会在那个我所说到的课程的话呢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在我在课程里面会教到大家哪些点如果说就如果说你今天报班你选择我作为你的老师那我的话呢会在那个Zbrush 班级，因为我主要是以这种雕塑类的东西为主我会在 Zbrush 班级呢去教到大家这个雕塑的这个方式吧，就我会教大家怎么去做像类似于这种雕塑或者我们怎么去快速找到形体状态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做好这个东西，我主要还是教这个我们这块呢稍微的也去给它操作一下，然后把这块的这个脸部呢稍微去稍微的去做一下然后这一块呢我们稍微给它往下拉一下做出一些发丝之间的这种缠绵的感觉我们还是要去通过一些比较 OK 的人体把透过这种比较 OK 的这种造型呢去凹出一个比较适合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感觉首先第二点的话呢选择在头发这一块我们选择它拉出来一个比较大一块的这种就我们这里做一块给它往下拉，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发型呢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节点的，就是它会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会看起来我们头发的层次是多变的，它并且呢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多变舒服的状态，懂了吗？我们照这样去做在我们接着往下做的话呢还是要去多多的要去在意整体的结构点首先就是在整体我看到上方的额头是比较粗大了，我会稍微调到稍微小一点点，点击两边这个点呢按住它调小一点点这就确实大了嘛，没办法大就调嘛，往大就调嘛这有什么办法呢，往大就调嘛，对吧，